係啦，唔識。好，咁首先第一個簽咗啦，醫生不能麻煩過嚟，撳一下呢個掣。我好簽完之後，你都係咧喺後邊咧撳一撳呢個掣㗎。而家嘅人次係到355,862。环清医师要从小教育兰老师，今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好学生计划，就呼吁小朋友们应该重视环保，并且还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环保经验。今天我来到这里出席这个活动，当然是要支持环保，因为我以前其实真的非常有一个不好的坏习惯，就是拿就用很多纸巾，因为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就手很痒，所以就用太多纸巾。那现在我长大后，我觉得应该要支持环保。比如说我有时候拍电影的时候，就会非常非常热，还有很多流很多汗，所以我自己会带备几条毛巾去用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环保意识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他们是真的很听话很乖。1998年到2005年，总共有几多个人次参加咗我哋今次呢个计划？有抽奖嘅朋友记住留意，一、二、三。好啦，大家留意住喺呢度睇咧，60位嘅好学生咧曾经参加过噶，咁啊稍咧我哋咧就会抽出其中嘅竞猜者啦，大家千祈要留意啦。蜕变签约英皇旗下的梁洛施，有着清纯的外形、模特儿的高挑身材，是香港英皇公司力捧的新人王，一直以健康阳光的好形象深入民心。